大家好，我是老狼。这是刚回来没几天，让那个我刚到家第二天吧，就让我们这个村里边干部看着了。就是然后这个7月1号啊，我们镇里有个活动，有文艺汇演，非得让我出个节目，我真不愿意出。然后说我们书记给我打电话，说那个明儿有个啥，有个演出，那个出个节目，出呗。我这嗓子也不太好，我说吹个葫芦丝吧，要求红歌题材的，吹个映山红。然后现在，今天是，今儿多少？今天29号。29号，明天是正式演出，今天彩排，然后4:30到的。咱们现在去那个西边村那儿有个百京大舞台，那儿去彩排去。葫芦丝拿着了，我跟小五我俩去，先操练操练，到时候再说吧。熟悉熟悉，这都我是粉丝，我春哥，这个我老姨夫，这我的音乐老师，今天都有节目啊，再小也有节目。应该有认识的，像钓鱼。音乐这么有造就，就是因为刘老师教育。对，必须的。我是高家岭镇组织委员吕亚楠。7月的天空流光溢彩，7月的大地笑语欢歌。昨天那个节目是彩排，今天才是正式的演出，但是要6点呢，现在是4:30，6点开始呢。我跟小五弄个路亚杆上这个地方甩两杆，看能不能弄两条黑鱼。要能弄着的话，也不是，哎呀，这地方白鱼多呀，钓白鱼了行啊，都大白鱼那底下不？没炸，真好。这干一条，就他，我终于把他弄住了。没冰箱啊。兄弟上来一条，这鱼在逗着半天了。这些鸭子炖一只呗，就打了一条鱼。然后咱小五持续炸线中，各种炸线，各种炸线，炸了半个小时线。鱼放哪儿了？哪儿呢？这鸭子不让放，哪两个？就这条，放了。黑鱼不能放，黑鱼不能放，走，拿着给别人。准备去参加节目去了，到时候了。
是6点钟开始，现在是已经5点45了，反正很近，一会儿就到，就一会儿功夫，我们就去抓了个鱼，结果车已经停满了，没地儿停了，没办法往前停，停那边去了，走两步吧。200多米。啊？200多米。昨天没有人呢，今天为啥人这么多呢？今天不正日吗？啊，走吧。你说也没换个演出服啥的，就这就来了，啊，就这玩意吧。你不行啊，这样子。咋的？没个好态度是吧？那你这。一个土老百姓有啥端正啊？啊，讲讲吧。这说的对，我现在，哎，小哥，拿去。我现在是演员，我得配个助理是吧？对。但是一般那大腕不都得把保姆车开现场去吗？这不行啊！警察在。警察在，那你不得啥吗？我这腕儿啊。腕儿。腕儿现在不好使了。让。碰着姑娘别拦啊。各单位都就位了，可惜话筒没到位，就等着开始，然后话筒没到，已经6点多了。这是西边村的秧歌队，马上开始先扭秧歌。好几会儿秧歌，好几会儿秧歌呢啊。三会儿。现在秧歌没有高脚子了。是吧？马上第一个节目打秧歌出来了。Thank you.
总体来说呀，今天不如昨天，昨天音响效果好，今天的话筒有问题，吹着吹着就没响，吹着吹就没响。哎呀，该着不露脸，就我前面那个文化局那个局长李丹还录我呢，他在说拿那个相机正录我呢，结果他不提气呀、啊。小胖那意思。胖少爷也是，动不动的唱唱就没声，给气的。昨天你看彩排的时候音响效果挺好的，今天就突然不好了。我媳妇儿来了，人哪儿去了？来了，车在前面呢，可能没有看着了。走吧，我回走吧，完事儿了。剩下一步就听通知了。出一身汗，可热了。下期再见。